委陈吉仲率领着农渔畜产养蜂业者排排站，用手势比赞，肯定台湾优质农产。从11月30号起，一连三天，将在台北世贸三馆举办的2018冬季安全安心农业精品产销会，是把所有的农地全部盘点，我们把所有的畜牧场全部盘点，盘点完之后，我们要让所有的土地上面没有任何所谓的重金属影响，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已经做完了。我们同样的在做源头里面，所有的畜牧场15000多户里面，包括7000多户的养猪业者，包括1500多户的鸡蛋业者等等呢，我们做全面性的一个盘查跟教育宣导。现场规划是3大展区，共计200多家摊位参与，展出包括产销履历蔬果、台湾好米、友善环境耕作产品、农村好物等等，邀请民众揪团采购。以产销履历来讲，它的一个是经过3方验证，也就是有农民，那还有验证单位跟政府的认证3级把关。那基本上只要是有贴产销履历，它合格率都超过99%以上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还有所谓的有机的产品，栖架让它可以在上面休息，那它可以做沙浴，它可以爬沙的时候顺便可以做一个顺毛的动作。如果可以做顺毛的动作的时候，它就可以把身上的鸡丝这些体外寄生虫去除，我们就不需要去用化学的因素去消除这些体外寄生虫，所以我们的小鸡它活得非常的健康，非常的快乐。当地民众采买，现场将贴心准备购物车跟宅配服务，而民众除了消费满千送100元折价券，还可以参加1年份蔬果箱等等，总价近100万的农粮好礼，也欢迎大家一块儿来吃健康。记者顾灿勇采访报道。